仁邦伯利森 Highway 是一个非常笔直的一条大道，那路况非常好，再加上路面没有什么车辆，所以不知不觉速度都会骑得蛮快的。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大海的召唤吧，海风一路往路面吹，让我们不知不觉的都想投入它的怀抱。波德森于2009年被命名为陆军城市，那是当时的首相纳吉在一次参观军方活动的时候给予的命名。当然波德森作为陆军军事重地的历史已经行之有年，波德森这里有好几个军事训练营正在运作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些军车载着兵哥。
这间陆军博物馆在2002年开始建设，2005年6月开始对外开放。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火车、坦克车、飞机、战机等，还有一些烈士铭录刻在那个纪念碑上。博物馆范围内的两栋建筑是在1935年完成的。左边的石碑就是壮士铭录，也就是为国捐躯的士兵们的铭录。